今年溪底乡基林宫大化堂特别伫初七办理创新融合玉海空的妈祖教景，透早为水社碑头出发，顺受台湾的心中入外滩，所来上花停留伊达少游客中心，接受信众两脚卡祈福，团队并且经过扫帚老街，步行到高空缆车站，坐缆车到地方知名游乐园，分享祝福甲快乐，予所有坐缆车游客。每年的农历九月，溪底乡举办妈祖绕境活动。今年邀请北港朝天宫妈祖来到日月潭绕境祈福。三百几年来，头一遍的陆海空吼，咱用游艇、用缆车，甲着伫咱溪底甲北区的街头，共同来迎接着咱的这个北港朝天宫的圣母。现主持嘛是阮溪底乡妈祖的好日子吼。一早为水社码头出发，在30台游艇的护卫之下，前往伊达少码头。日月潭游艇总共出动了30艘船，然后大家也很自发性的，其实这30艘船全部都是公益的，并没有任何的所得，只是说我们希望呢，借由妈祖绕境，在我们水面上的绕境，可以在未来呢，让我们日月潭的游湖游艇大家出入平安更安全。北港朝天宫妈祖第一摆坐船游湖绕境，来自全国各地乡亲伫码头来迎接。并且排队来两桥卡祈求妈祖祝福保平安。第一次看到那个坐船的，因为我住嘉义嘛，嘉义离北港也很近啊，而且很幸运，现在刚好碰到。希望呢，这次活动可以圆满成功，也可以带给哈一枝香，甚至整个南投县哈都可以吉祥如意，大家发大财。随后，北港朝天宫妈祖前往伊达少老家来绕境祈福。并且前往日月潭的缆车站，坐缆车进入九州文化村。今天就是觉得很开心啊，因为我们就是本来就是有妈祖信仰啊，今天刚好来玩，然后就有遇到那个就是北港妈来这边哦，然后觉得也很开心，觉得就是可以分享到福气。妈祖也第一次来搭乘我们的这个日月潭缆车跟九族缆车，那他所搭乘过的这个缆车就变成了神轿哈，那很多游客能够恭逢其盛，也觉得很高兴。那他们说，那我以后也要搭这个妈祖坐过的神轿，然后也就是相当于这个得到这个妈祖的这个庇佑了哈。溪底妈祖绕境活动，北港妈跟溪底妈在日月潭来相会，并且开创陆海空的绕境祈福。福州外滩地区的游客民众强目新颖，体验难得的宗教盛会。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